告别忽必斯勒湖的神灵，人与鹿归心似箭，古老的祈祷之声伴随漫漫归乡路。就像萨满预测的那样，搬迁时的天气的确很好。有几张防雨布和数十根干树枝，查他们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安营扎寨过日子。查他们爱驯鹿，就像蒙古人爱马一样，一般要等到它自然死亡后才用其皮毛。他们春天来这里时路上走了一个多月，有些小驯鹿就是在路上出生的，妇女在路上生孩子的事儿也有过。回去的路很漫长，他们要走一个多月，所以要做好充分准备。驯鹿最怕的是在炎热的天气里赶路，它们像狗一样张开嘴，伸出舌头来散热。它们知道，越往北走就越能享受到凉爽，所以很积极地配合着主人的意愿。它们似乎也归心似箭。萨满的外甥刚满七岁，早已习惯了迁徙生活，而且还是大人不错的帮手。为了让驯鹿吃草，也让孩子们得到休息，他们每天只能走20公里左右的路程。有些外国游客到湖边没有看到茶坛，就专程追赶过来。据茶坛们讲，有些游客几乎年年来，早已是萨满的好朋友。
this one have a bone hanging from it? Mwah! 差不多才还有的。挺挺大块。他偶尔到我那头到里面擦不个药就就有，啊，到恁单位到我就去个有。Die Fragen haben Sie, habt ihr früher so Rentiere gesehen oder erstes Mal hier so gesehen, die Rentiere, die... Habe ich schon bevor gesehen. Orten, wie würde ich sagen? Skandinavia, Kanada. Kanada, würde ich sagen. Oh. So. Aber für mich, die Menschen sind die Hauptsache. Die Tiere sind auch nur unter Respekt von die Leute, mit Tiere und Natur, also wie eine Kette. Ja.ist etwas, das wir im westlichen Länder ganz verloren haben. Ja. Das haben wir nicht mehr. Und das kann ich weinen, wirklich. Ja. Try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ja. in order no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 Ja. Umweltschmutz, voilà. schon. Werden wir bestimmt. Bei der Urwohnschutz, der Urwohnung, ich häng an da war nicht was.따라서응추특별가무언차단차보기드려제가하나선을할때올라차차차례있죠감사합니다 for the, wie sagt man, for the patience with us. 어떤일을맡기면아니요맡겼어요네잠깐만茂密的森林，袅袅的炊烟，林间悠闲的人们，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构成一幅和谐的画面。在这里，你会找回在忙碌和浮躁中忘掉了的自我，真正体会到返璞归真。다룩두덜가이향놈덜간삼타도달라멘도루쇼할헛가시다룸도루둘삼바야자멘이륵들자내다이감일그슴대도달라멘이치시끝내야루가루일삼나哎呀呀咩清早驯鹿被放去吃草以保证它们在白天跋涉中有足够的能量。萨满临时决定自己一个人返回忽必斯勒湖停留几天。萨满的意图是不能随便推测的。动身前，他要给继续迁徙的家人和亲戚祈福，祈求通往北方的路平安顺利。古老的祈祷仪式，每个人神情严肃而虔诚。在茶坛的世界里，萨满被认为是能够直接跟各种神灵交往和对话的人。
据说，凭借昏迷术，萨满的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到达神灵世界，所以他能得到神的启示，并把它传达给人们。他能为人算命、驱邪、治病。此外，人们从事重要活动、做出重要决定时，都要求助于萨满。
又送走了一天，准备休息。담나 말 같이 드는 게 다 박한 담노 단 잠아서 살라 제가 어서로 어서로 구이 갖다다 다 내리게 제가 어떻게 돌아 迁徙中的饮食与平时没有多大区别，鹿奶兑的茶和一些干粮。如果不下雨，他们就会和驯鹿挤在一起露天过夜。茶坛们没有具体的日程安排，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他们的家。电视系列片《印象蒙古》，带您领略异域风情。